最长曾经连续工作多久？32吧，32小时。然后也有广告是，我就三天内只睡了两个小时。然后也有拍电影是连续工作26天没有休假。当摄影师领过最低是拍两支短片，领1500块。你好像得到第一名了耶。他怎么可能是第一名？啊，等等等等，我算了一下，好像有一个更低的，拍9天我拿7500。对啊，我也差不多啊。钱就已经够少了，然后就是我的摄影助理被拍了一张超速，然后在最后一天的时候，一支 stand 就被人扫下了一瓶，一个大卖场里面最贵的一瓶橄榄油。我想说，不是啊，大钱就已经够少，你们可不可以就是 come on 的？